追加检预算，那开始之前，我们请议事组把昨天下午的会议记录确认一下。议事组报告，本会第五次定期会暨第十四次临时会审查会议记录。106年5月24日下午审查本市106年度第一次追加检预算案审查范围，基隆市政府税出计划2至74页至2至96页决议。 预算通过，其中2至95页，基隆市设计翻转地方创生追加检预算数250万元附带决议，请市府于规划完成后将计划送本会参考。议事组以上报告。好，各位同仁的议事组的报告没问题哈，好，我们通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各位同仁翻开2至95页。好，请议事组开始。 2至99页，99，99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2041万5000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2041万5000元，请审议。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我们就让它通过。好，继续。 2至103页下水道工程下水道改修，合计追加预算数8830万元，设计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8830万元，请审议。好，污水下水道，好，我们请陈明建陈议员。谢谢主席啊，我在这边是建议我们公务处啊，就是对我们污水下水道的一些工程。 有一些的部分，有一些会比较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公务处也要帮我们市民能够去做一个解决，像或者对一个下水道的一个工程里面，因为触及到就是同一个权状啊这个部分哈、啊，要征求很多住户的一个同意，如果全部啊其中一个不同意的话，我想这个下水道工程就无法去做一个新设。我想这样的问题，我想不止在中正区发生过，其他地区。 也应该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应该也要做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个方策措施，啊，让这个下水道能够啊尽早的能够啊完成。以上建议，谢谢。好，这宝贵意见了哦。好，我们接下来先请张耿辉张议员，再请陈志成议员。啊，谢谢主席啊，我想有关那个下水道的污水这个经费啊，我想建议我们公务处长。 因为整个，我相信我们在本席还有我们议会同仁也相信多次的在议会中啊建议你们啊，前几年整个污水下水道啊大张旗鼓在建设啊，但遇到的问题啊，我想要注意一下。第一点啊，那整个开挖当然以前的旧的管线啊，你要会同啊。我们上次我们市政考察的时候一再强调，这个一定都要列入重点。在开挖的时候，旧社区的啊那一些管线啊。 因为早期啊，农村时代啊，那时候没想到周遭的那个房子啊，一盖的话，一大堆的大楼一盖的话，那一些旧的管线啊，尤其旧的管线都是 PVC 管，那又不服使用，因为人口多啊，被焚接的水啊都较困难，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整个我们基隆市整个污水下水道在整个改建当中啊的处长啊，你应该好好的去协调那个。 我们自来水公司看他们年度里面的整个计划，哪些地区的 PVC 管，那些是早期的，而且管线比较小的，通通要赶快趁这时候我们污水下水道在整个在开挖的时候，到时候一起埋设，不要到时候我们啊整个都已经完工以后啊，整个地面都铺得很平的时候，它到时候又申请要开挖要汰换管线了、啊，那对于整个啊我们。 工程的品质啊，道路的品质啊，严重的打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关以前的、啊、旧的啊，那一些锅盖啊，你拿一些污水那个你们锅孔那个人孔盖，人孔盖的话，当然要要求那些厂商啊，你务必的啊，请他们务必的弄平整一点，不要人走过去，好像跷跷板一样，捅了一个洞啊，就是敲过一边跷跷板，你知道，小时候你又玩过啊。 那时候又影响到路人的安全，在我们辖区里面，我相信啊，我也会过勘，然后这些事情，相信在别区应该也有这种问题。
所以务必，这就是第二点啊，务必我们处长你要好好的要求。第三点，整个你污水下水道在开挖的时候，那一些不管是共同管线也好，瓦斯啊、电信啊、瓦斯、电信、自来水，你一定要务必的好好的要求。尤其啊，旧社区的那一些瓦斯啊，都裸露在外面啊，容易发生危险。万一一些比较调皮的一些青少年在那边吸烟，在那边玩弄，这容易发生整个意外的事件的发生。以上啊，三点啊，希望啊，我那个处长啊，你要特别的要求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志成陈议员。我想那个我们基隆市的污水下水道哈，进行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哈。那么快20年，我们希望是改善，除了说把基隆市所有的生化哦，还有那个工业污染那个污水哦，通通把哦这个处理好又再排出去。那目前说我们应该有这个早中长三期来处理。那么第一期处理方式，我们当然污水道继续正常铺设，但你一定要先把影响观瞻的哦，影响基隆市形象的那个基隆港到。然后游客都要变成基隆港，变成臭港啊！这一定要先解决。那先解决，现在我们旭川河是，其实是基隆港这边哦，海洋广场这边臭影响这个观瞻的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旭川河这个部分。那么目前呢、哦，用这个橡皮坝来这个拦住污水，然后让它接出去，结果它这个水平常流出去。直接就跟那个出口的地方那些沉底的污泥啊，这样冲击，就永远是从那边发出来是最严重臭味，所以初期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无论如何啊，你应该把这个旭川河，因为旭川河是西定、南荣这两条河都集中从这边出去的啊，那旭川河这一条的部分应该设法把它截流。就是说，不要让它这个本来脏水哦，然后继续再冲击到那个出水口这边。就出水口这边有很多污泥沉淀在那边，你一冲去激发出来那个臭味，真的是哦，几乎经过的人都嫌臭了。我们基隆人习惯了走过去，臭忍一下就好。外地人过来，你看这啊，好臭好臭，大人小孩都一样。小时候好臭，妈妈更说好臭。我从那边呢、啊，经过都听到这个人家这种批评哦。我就是说，我们污水下水道，假如说这样做，要等到30年后，全基隆市的污水，不论是大小、大中小哦，家户什么通通接完以后，才改善这个臭味的话，那这个真是哦，做这个工程不但是延宕，而且对人民就是说污水下水道做了。不但对我没有什么有利的地方，而且基隆港到目前还是这样子臭，所以是不是哦？第一就是基隆港这边，我们要求港务局哦或者主管单位必须要定期去抽取那个沉底的污泥，那是臭味的来源哦。第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旭川河这边，你要把它藏起来，把它引出去嘛。然后那个高雄爱河是什么？高雄爱河是开头就是泄藏的时候把它截流，臭的部分把它截流流出去了，结果流出来水就相对的干净，甚至人家敢跳下去了。那基隆港哦，这个田那个旭川河是没有人去跳了，很少了哈、哦。那田寮河有人跳下去以后又自杀，就嫌臭说好臭好臭，宁愿这个淹死不愿臭死，结果都敢游上来了。那当然这个讽刺反讽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臭味，阻止很多人这个求死的欲望哈。但是我们是不是等一下，我想我们这个主管单位啊也讲一下，要怎么解除这个初期部分，把这个臭味把它除掉。至少这几年我们海洋广场正在推展这个观光，就游客过来留了一个很坏的印象，也有可能就不来，有减少来基隆市的欲望。所以这部分呢，希望说我们这个公务处哦，针对这部分哦，赶快提出解决办法。
这橡皮坝当初的设计，还有这个以后的功能，实在是我觉得是真的是有点功能不彰。你就把这个引水把它处理掉就好，然后呢，臭味继续在那边酝酿，在那边，哦，这也，这个让到处经过都闻到这味道，哦，这很不好，是不是？这部分要好去改，初期的部分把这个味道臭味给改过来，不是光灌进这旁水，你臭水给直接透过那个密闭的那个管道，把它引流到和平岛处理污水处理厂去处理，不要在这边首善之区，人家观光客必经之区，在那边制造严重的臭味，然后让观光客这个不想过来。我想这部分希望说市政能够把它解决，尽速把它解决。这是我在总咨询的时候要求我们市政要做的部分，希望说，哦，这个公务处针对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好不好？提出来讲一下，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没有哈，这是垫付款的预算，我们当然是没问题的哈。那请公务处张处长，你也顺便说一下现在的进度到底是前进到几吧？主席还好，谢谢三位议员的指教哈。现在目前基隆的污水下水道大概目前的进度是接管率，用户接管率是30.81%，大概接管的用户数是46000多户。然后目前刚才旭川河这个区块的话，大概就是列到我们所谓的三期实施计划，因为市长也很重视，就是田横寮河这个区块，然后南龙河这个区块，然后旭川河这个区块，我们纳到三期。然后三期目前大概真的要进行委外的规划设计，我们预计它的期程大概从107年到110年，我们把这几个比较大的污染源，像南龙河这个流域，然后田寮河这个区块，然后还有旭川河这个区块，整个用户接管会把它完成，这个算是长期的目标，大概把污染源把它截流掉。然后短期的目标的话，大概我们环保局这边有一个水质改善的计划，也透过前瞻计划也跟那个行政院争取相关的费用，变说短期的部分水质怎么改善。然后我们也公务处这边也搭配环保局的一些做法，大概之前大概有几位议员提到那个旭川河那三洞快跟两旁的进来的水，我们会想办法做一个截流管线，把水截流掉，变成说污染源的部分不会再新增进来，然后那个水质可能慢慢就会有改善。然后橡皮坝的部分本来就是当初用户接管还没有达那个到达的区块，我们先用治标的方式来处理。啊，另外那个还有议员提到，就是那个陈明建议员提到那个几个用户接管有一些个案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用户接管都进到住户的私权里面，所以协调的工作大概会比较多。然后议员建议的那个因地制宜的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来思考，看怎么样能够解决民众这些问题，因为正反的意见都有了，大概也不是那么短时间内容易能够处理掉的。然后张耿辉议员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大概都会跟管线单位那边做一个联系沟通，比如说我们在做污水下水道，你所有的管线单位也配合我们该做汰换的，大概都会列年度的计划，像自来水跟新农瓦斯的部分，我们在每2个月的管线汇报都有列管，哪些该配合我们的路平的专案，哪些配合我们污水下水道的，大概我们这部分会再加强来管控。然后整个水质的部分，因为所有的东西大概，因为只要进到和平岛的话，我们大概会从下游先接，然后集合式的住宅先接啊，所以没办法说所有东西可能从上游一直接，我们从下游一直往上游接，所以我们目前规划的整个污水下水道的建制期程是要到民国120年，可能最远的区块就是中山区那个区块，因为离和平岛那个整个线路是最末端的，所以整个完成用户接管率100%的话，要到民国120年。所以先做以上的简要说明。全部做完要120年了，大概看几期。有啦，你做人也好，有啦。
哎呀，酒啊较歹就无较无可能，因为酒精度较悬，所以较无法度。好，议员，我们没问题哈，没有其他人哈。好，那我们通过，继续。二至一百零七页，道路桥梁工程、道路养护工程，合计追加预算数3769万9000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3769万9000元，请审议。好，这个要请公务处张主管说明一下，田寮河周边地区人本交通设计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说这个要做什么？这个案子是一个那个跟营建署争取的补助案，那主要是针对那个就田寮河周遭的那个都市设计的准则要做一个研拟，就针对建筑物的立面，还有都市的景观，还有人车的交通动线的系统，然后无障碍的一些环境跟开放空间，大概这部分是都发处在执行的，然后整个对口的单位是我们公务处这边来那个做对口，说预算编在我们公务处这边。好，各位同仁有没有见？好，我们请陈明建陈议员。谢谢主席，本席对我们道路维护工程这个经费是赞成的，但是对于我们维修之后的有一些的需要注意的事项，这边跟我们公务处来做一个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整个有时候道路这个路段整修之后，有时候它不是整个一条路来做维修的，有时候是单向的，但是维修之后的那个高低啊，有时候会不平，往往有时候形成像我们机车的，像前几天我们脚踏车在条河街那边像这样的很多的问题，很容易造成一些交通意外的一个事故。你看昨天又有一个女大学生自摔在麦金路，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啦，但是这一两天我这两天连续发生同样的一个事故，就是很多机车主都是自摔的，它的原因像昨天我们到正滨路的时候，一个大学生在转弯处就自摔，前几天在清风街也是一个麦当劳的外送员也是自摔的，因为它的原因这两天都在下雨哈，我是发觉是说，是不是我们道路维修之后，甚至于我们现在的道路那个分隔挡那个划线那个线条啊，尤其那个哈，是不是一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们骑车的也好，很容易滑倒，所以这部分呢，提醒我们公务处，是不是来加以研讨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尤其就是那个分隔线这部分哦，下雨天导致机车很容易跌倒，是不是在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摩擦系数，是不是来加以研究一下？以上建议，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没问题哈。大概你这个3500万有没有预定？大概要布置哪些道路？有没有说说看？跟主席报告哈，目前的那个地点大概整个我们现在都是用 PCI 的指标，所有的那个 PCI 小于50的，就是道路状况指标比较差的部分，大概我们都列到维修的范围。然后这笔预算主要是因为我们明年度大概要做3条的示范道路，就是远远路、麦金路跟实践路这3条示范道路明年要做。然后这笔预算也包含整个设计建造的费用，我们变作前一年度先把它委外的规划设计完成，然后相关的管线单位我们做一个整合，变作比较有前一年就先准备好，然后隔年一开始我们会掌握天后，把这个3条示范道路来一起做完。那主要的内容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今年没有拿出去比赛，明年大概会拿一条出去比赛吧？道路评比这些啊，我听市长好像在媒体讲说。他道路评比的规定是新辟，就是新铺完成的，不能列入评比。他有规定，所以我们做的示范道路很多，大概都不能列进去。比如说这2、3年的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大概都是成绩还是比较差。所以还是不去比的了哈。还有，好，我们再请陈明建陈议员。谢谢主席，刚刚提到我们处长。明年这个经费会使用在远远麦金，还有一条是来实践路哈。但是我们之前我们中正区的几个议员都一直讲我们中正路这个道路哈，从海大到那个海门天险这一这一
这一条就是中正路这一条，我们中正区的议员一直在建立，一定要维修维修。你到现场去看也是破破烂烂，到现在还在维修了。但是听到我们处长讲说，明年的这个三条示范道路没有包括在，没有包括中正路这一条。但是我记得这个是上一次有一次报告吧，就是中正路这一条明年一定会把它整条会完成做好了。但是听到我们处长刚刚讲说，三条示范道路不包括中正路，我想这个处长是不是能够再说明一下？啊，这个是今年的哦，不是明年的哦。明年我们在十一月份才要审，这个是今年的钱，今年要做中正路会啦。他中正路，他上回大概谁在讲？啊，张处长，你跟我们陈明坚议员再说明一次，是不是可以不好？中正路的部分，因为各位啊，大概安南桥到中正路640巷这个区块，大概我们污水下水道是今年的六月底整个会告一个段落。从六月开始以后，中正路的部分我们就开始来改善。来跟议员汇报。哦，不用等到明年，等明年就被骂死了。好，各位同仁，还有没有其他？没有的话，那我们通过，继续。2-111页观光与公用事业管理观光行销业务合计最佳预算数2,148,000元，人事费最佳预算数88,000元，业务费最佳预算数206万元。2-112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111跟2-112没问题哦。好，那我们通过。2-115页一般建筑及设备观光支援工程合计最佳预算数6100万元，设备及投资最佳预算数6100万元，请审议。好，2-115跟116，注定啊，李处长，你是不是要再讲一下给人去的，就爱讲会当用啥经理路，说明说说看哦。主席，那个各位议座的好，那之前哈，那张前议长有提示哈，就是说基隆屿的外部那个效益的部分哈，那事实上，对不起，那个观光油气资源哈，它是比较强调整合性，好的讲，阿里未来生水跨山，吃海产，要吃流靠，而且讲整合性的资源，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比较强调是整合观光外部的观光效益，就像海门天险。你问海门天险有没有直接的它效益，它内部效益是没有的，就是说我还在修机，还是修无机，好，所以这个比较公共建设，它比较强调外部性，所以基隆屿也是这样。那基隆屿我们在103年停止之前，它每年有吸引差不多10,000多人的登岛的旅次，好，那它不见得每年都会去登岛，但是有这个选择性，又哎我来给人哦，我马在吃庙靠啊，庙靠料我马在去吃海产，不过我去登岛买菜。所以变成它是一个多样性的，所以对整个观光的发展来讲，基隆屿是一个蛮代表性的，所以我们才会花力气来做这个新建它的码头。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它因为在外岛，它是在外海，所以它的海象条件比较不好，所以我们才会花这一力气。那之前也有讲说，因为整个工法以前的设计是用箱涵，那但是现在我们是整个工法把它改了，那我们也聘请那个水利署的副总工，那还有海大的教授去做相关的模拟，那现在做起来效果应该会比以前好。以上补充。好，好，我们请张国威张议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啊，这个案子啊，本位的同仁也都蛮关心的，这案子也讲了很久，上一届就一直讲到现在，到底尤其经费也不少了，包括中央的补助，是包括我们市库备勤规范呢。啊，你到底是要做多几大？所有拢做码头，还是步道？是基隆屿周遭的步道，你嘛是爱讲清楚啊。啊，这段时间你自爱难行的地方，你有没有提出跟市长报告？我讲这案，我相信我们本位的资深人应该都很清楚啊。这基隆屿这个码头要登岛比什么都还难呢、啊！啊，那个处长，到底你自害难行是到哪一个地方啊？到底是出在哪个地方、啊？你要报告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些工程经费，你嘛爱工程做，到底你这是8200万是要做的，拢是码头，还是咱的周遭的岛屿、岛上的周遭的步道？我看你这来，你也无细数啊！你刚才那个公共设，这里面这个工程，整个工程经费，其他也没有细说。你应该啊弄个附件吧，让我们了解到底你的背景能把万是要从啥？啊，最重要的是何时啊？你那个才能登岛，李克才能登啊？什么时候完工？这对于我们基隆市人家来讲的，我看那民意代表也被都被问到，你那个人当时我都去哩，我都靠港。哎，那发电公公啊，这个已经讲了很久了呢，不是只是最近这几年才讲的，我们上一届就一直在讲。李议员现在还没到，不然到时候又开始又发飙了，啊！幸好现在在审这个案子，他要先问你这个问题啊。啊，本席也要刚好也要问这个问题，你等一下讲一讲，到底你8200万是要做什么？何时才能把这个码头啊修好，让旅客能够安安心心的到岛上去旅游？哦，李处长，我你莫规工拢在为城市转运站啊，黑拢该放绑掉，连阮转运站的七道转运站你嘛该绑掉，这样不行啊！你等一下讲清楚啊。这吼。政府权转正，顶摆临时会当中讲个1000里处，啊，那唔好讲讲拢你拢无听听袂记，佮叫人讲一摆要来使。我知啊，伊这本来要做，本来就是去中央讨来要做码头用的啦，结果叫人知影啦，要偷偷要转来做码头，码头做好就是要做内底，所以袂使做码头，因为伊这观光局补助款袂使做码头啦。所以唔得要编这个2000100万，再过来要甲我来走，做出来钱然后贵啦。安尼听有无？观光局未使做码头，干来在做游乐设施来底跩步道啦，还是啥有诶无诶啦？你顶摆我咧坐啊哪多久，我都哪听着啊？佮你无听着？无啦，我是讲你听，我准备叫张光丽听张前议长。啊，我唔得，我做个闲啊，我不爱做啦。请张光丽张前议长。谢谢主席哦，你来讲话拢讲到遐老死不通啊！偷偷啊走，咱那就偷偷啊走。其实，咱个关公吼，这两字吼，这个帽子扣在上面吼，阮正经是无为过。啊，阮嘛是希望讲家人会当，吼，让观光来带动我们基隆市的城市的一个发展。但是你要知道，咱因为家人吼，这个天气，尤其是家人去遐吼，我们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哦，咱一年差不多有半年吼，咱的这个气候吼，非常的歹，哦，尤其是伫个这个东北季风吼，东北季风来时，咱骨卡无法多吼，登岛，啊，所以咱。做这个家人去的这个工程啊，都要特别爱注意哦。咱唔通讲安尼物件标标出去，啊工程做好啊，拢无路用，安尼对咱来讲吼，哦，是一个浪费哦。我会记得人金山那边一个竹台屿，人拢无什么任何的这个建设。但是他们带动的一些观光的效益就蛮高的，吼。咱当然，咱好不容易啊，有这个基隆屿，吼，咱一旦因为海钓的朋友很多都喜欢到那边去做那个海钓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是希望说，咱虽然吼袂当做码头的工课，但是。咱竟然，咱家己编预算，咱家己编预算，咱要来做这个码头的工程，但是咱爱做舒适，可能一旦吼真安全的会登岛，吼，咱若真安全登岛了后，咱才有法度去带动很多的观光客，哦，因为
人拢有好奇心嘛，哦，啊，我要来顶馆看啥，啊，其实顶馆嘛无啥啦，哦，啊，这是我小小的这个建议，谢谢。好，我们请李处长刚刚对我们张议员跟张前议长，你说明一下。跟张会议做报告哈，就是我们这边是就是做一个旅客的游客的休憩设施改善，就应该临时会报告讲，因为对观光局来讲不能做码头，因为做码头它全国都要做码头，所以它绝对不补助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把它定义叫游客区游憩的那个码头啊，这个东西不是码头，这个设施啦。啊，这嘛是张前议长所指示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游憩平台，那就是码头了。那做好了以后哈，夏天是做登岛，很好用。啊，事实上最冬天的时候哈，那一边钓摸哈，那个是非最好的一个钓场。其实对他们在钓客上去的那个船的部分，它可以开进去里面去做一个，备援支援的对啊。如果旅客就像前上个礼拜有一下有受伤什么东西，他马上就可以支援哈。所以对他来讲，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停泊的设施。所以，夏天跟冬天它有不一样的用途。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相关的那个设施的部分的话，我们会非常注意哈。那另外这笔钱里面也有包括它步道的一些修筑哈。那我们登上去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灯塔，其实就睡。那我也爬上去过，那那个看看整个我们基隆的这个海景啊，是非常漂亮。从海的地方看看基隆是很漂亮的。所以这部分也请大会支持。以上。好，我们再请张永辉张议员。谢谢处长，李处长，本是拄我讲的重点，你拢什么时候完工啦？大家期待，你咧等等，第几点？我要去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嘛，在上一届我也跟李明大概去那边二十几趟，也遇到过其他县市来，那漂流物啊。有当时啊，拢会随着海洋飘到那边，到处都是垃圾、杂七杂八，这都是真水。但是未来你要去考虑这维修问题、维护问题。哦，本是甲你提醒，卖讲人喺别个管区内，咱干来一个几个岛会当互人登岛去。啊，看迄一挂漂流物、一挂什么壳、一挂什么杂七杂八垃圾，你这个要有应应措施。你如何每个礼拜，还是甚至于你要有划个责任区，到底要怎么用？卖公解囊了，好不容易开始，我们以后可以登岛，登岛要去到处，他们岛上的都是乱七八糟，垃圾一大堆，对我们基隆市的观光不佳。李总，还是啥意思啊？第一点，未来什么时候、何时能够让修闭完工，让那个旅客可以登岛？第二点，你未来考虑到整个步，当然步道刚才也讲的了啦，整个设施、整个里面的一些怎么维护，尤其环境的维护最重要。岛上都是很漂亮的话，加上你要维护好一点的话，我相信会很多人去哦。好，报告意见，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根据做报告，就是我们原则上哈，我们已经。上一次临时会通过电复以后，我们已经开始做招标程序，现在已经公告上网了。我们要赶在今年天气好的时候、海象好的时候去施工。那我们希望再做一些收尾的动作，我们希望在明年六月就在明年的那个暑假之前可以完工。那相关的那个维护的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检讨相关的方式去执行。事实上，好，谢谢，其他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通过继续。2-119页交通管理业务交通管理行政合计追加预算数2653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85万元，奖补助费追加预算数2565万3000元。2-120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119跟120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那我们通过。2-123页一般建筑及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3572万6000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590万元，奖补助费追加预算数2982万6000元，请审议。好，2-123、124，没问题哦。好，我们通过，休息10分钟。
接下来社会处。
好，请各位同仁就坐。我们继续审查最佳警预算。那么，请各位同仁翻开二至127啊。好，请议事组开始。2至127页，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事业合计追减预算数109000元，奖补助费追减预算数109000元，请审议。好，各位同仁，没问题哈。好，没问题，我们通过。2至128页，社会救济由民收容，合计追减预算数70000元，业务费追减预算数70000元，请审议。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好，哦，好，好，请陈请议员。啊，我询问一下，对预算没有问题了哈。关于游民收容哦，现在我们的整个游民收容是还是在仁爱之家那边，是不是？那现在的效果到底怎样？但为什么我们的市区里面游民还是依然的在到处游荡？啊，这个你们的实施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方式，让他们没办法来融入这个所谓的暂且的安身之地呢？我想这点的问题啊，应该要说，是不是要说检讨一下？所以这部分请我们处长来说明一下吧，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没有。好，我们请吴处长。好，谢谢主席哈，然后谢谢这个秦议员的这个对街友议题的关心哈。我想这个街友议题大概是几个处理方式了哈。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收容。那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他的行动不便，然后生活没办法自理，那是在机构里面哈。那如果说他是这个没有意愿被收容的话，他很可能就在街头上面了。哦，这个东西就是刚刚秦议员你所关心到的，就是说，如果他这个需要有一个住所，然后他个人也有意愿要去，那在我们那个仁爱之家那边的确是有收容中心让他过去那边哈。那如果说他没有意愿的话，我们大概就会给他一些基本的一些协助啊，譬如说天气如果寒冷的话，会给他暖暖包。那如果没有东西吃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些及时的一些物资上面的补充。我想大概目前的做法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哈。那现在大概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我们街友比较多，我想大概是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街友他们的这个集中地会比较显著，可能在海洋广场或者在文化中心前面等等，所以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但人数坦白讲不见得绝对数很多了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很多人不见得是街友哈，因为街友他还是有定义，就是无家可归。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状况是说，他可能这个衣衫褴褛哈，然后或者说他可能白天他可能就喝酒了，然后可能就在那个一些公共场所，然后在那边栖息、栖宿等等之类的。那事实上，我们去这个跟警察一起去合作哈，然后看他身份。事实上，很多人都有住家，他可能就是可能高矮没形，叫个邓体，并州安内。好，那以上说明。好，没办法啊。好，没问题哈。好，那我们通过。2至131页，社政业务儿童福利。合计追加预算数776万元，追减预算数16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459000元，追减预算数16000元。2至132页，奖补助费追加预算数730万1000元，请审议。好，各位同仁，2至131、132。好，没问题。我们请吴处长你说明一下，大概这个所谓的父母未就业的家庭实施计划，这款的是不是只有中低收入户呢？还是其他人在请？跟主席报告哈，也跟这个各位议员说明哈，我们这个父母一方未就业哈，它主要的一个意思是说，因为如果你照顾小孩子，他没办法工作了哈，啊，所以说他会有给你这个补贴跟补助，那是2500。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经济上更弱势的，譬如说你是低收跟中低收，他会再往上加啊。我想那个主要他的规定是这样子。好，我们再请张万立张议员、张前议长。嗯，谢谢主席。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处长，那目前如果是小孩双亲都找不到，那怎么办？我们基隆市有
那个这种机构吗？我请教一下。吴处长，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张方立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哈。我想这个如果小孩子的双方父母都找不到的话，那事实上就是需要安置了哈。那安置的话大概分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亲属安置，好，譬如说有什么亲戚哈，啊，这个如果他有意愿，而且他有这个能力，然后在整个亲职能力上面的话可以的话，那这个亲属安置是一个方法啊，因为基本上他还是一个跟血缘比较接近的一个家庭支持。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寄养家庭，好，寄养家庭。那我们跟那个家福基金会哈，有这个合作啦哈，那我们会招募寄养家庭，他们来进行这个收容，这是第二个方式。第三种方式的话，就真的是机构了哈。不过这个我们就那个不会优先考量哈，因为它是大型化，那可能比较没有那个人性的温度哈。以上说明。好，我们再请张前议长张光丽。谢谢哈。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个 case， 正好有一个 case， 我是希望，因为目前那个小孩他是跟自己的父母亲，他两个生出来两个月之后他就父母亲就走了，所以他现在他是一个没有父母，而是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因为小孩子他也不知道目前他这个爸爸妈妈是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从小就一直住在这里，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户籍，还没有户籍。所以我是希望说，他既然已经在这个家庭生活了11年，他生活了11年，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不要太复杂啊，因为太复杂吼。你去找他们的时代人的 DNA， 那很复杂的，因为小朋友已经在这个家庭生长了11年，他对这个家庭也有浓厚的感情，所以他不想离开这个家庭。那我是希望说我们社会处可以帮忙他，因为也不必要去找寄养家庭，因为就这个家庭来抚养他是不是可以。是糟了、啊、走了，父母都已经走了，是死翘翘还是？好了，伊都不爱啊，因为他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生出来这个小孩啊，哎、啊，伊都给弃养啦、啊。哦、啊。因为妈妈是外籍呀、啊，啊，外籍都还遣返啊。哦。啊，爸爸也是外蒙啊，阿妈唔知爸爸的都一样。哦。啊，所以他现在目前就是。囡仔生做嘛乖乖啊，啊，所以我是刚刚咱社会处应该可以介入这个问题，说把这个小孩就安置在他目前所生活的一个家庭。杨镇长，好，吴处长，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主席跟张方的议员哈。我想这个是一个个案呐哈。那个案的话，我想这个儿童的这个相关的案件哈，我想大概都是个案处理哈，因为每个状况可能都会差很多。那你谈的这个个案，我回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现在目前有没有掌握？这我想这是第一个，我看一下资料。那第二个的话，说如果没有掌握的话，我到时候再跟你这个请教一下。那不管怎么安排，我想这个还是以这个案主，就所谓儿童哈，他自己的最佳利益为原则了哈。这整个一个儿少福利法上面的规定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以这个原则来做出发哈。那这个不管他在整个情感上面的需求，在整个经济安全上面的保障，我想这个东西就方方面面我们都会把它给顾及，尽量把它顾及。好，非常谢谢这个张议员。那另外我这个主席我再补充一下，刚刚你提到那个父母一方未就业，我刚刚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啦、啊、它是这个2000没有错，可是它有一个排付，好，等于你所得税的税率要在20%以内，好，这个才有，好，如果以上的话其实就没有。好，还没其他，没有的话，那我们预算通过，继续。
2-133页社政业务社会工作，合计追加预算数1,717,000元，追减预算数47万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1,717,000元，追减预算数47万元。2-134、135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133跟135没有意见，那我们就通过。2-136页社政业务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合计追加预算数696,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696,000元。2-137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136、137，没问题哦，啊，没问题，我们通过。2-138页社政业务老人福利，合计追加预算数271万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155万7千元。2-139页，将补助费追加预算数115万3千元，请审议。副组长，你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你2-139你要补助基隆市立医院这个115万3千块，这是长照2.0呢，是什么意思？要不要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主席哈。我想这个是一个政府机关间的补助了哈。那当初我们在提长照2.0的计划的时候，那个有所谓的 A、B、C。那我们一个 A 的话是这个我们的日照中心，好，第一日照中心。那 B 的话就是市立医院。那因为它是公务机关，所以必须在这个预算上面要进行这个审议哈。那 C 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据点。那在整个这个市一这边哈，它在整个 B 的定位里面的话，是有几项的业务要推动哈。那是在包括这个失智的啊共同照顾，然后以及这个居家护理，还有居家复健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整个一个长照2.0里面它的一个分级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照顾的一些业务性质。那这个提醒这个议会审议。以上说明。你讲安尼，基隆市立我们市立医院有办法这样接手吗？这失智这些，我们这边医院啊，无其他，比如讲其他的病院敢袂使？那其他的病院啊，比如比较大间私立医院啊，是长庚因跩较大间的矿工啥？跟那个主席跟各位议员报告哈。因为这个东西是当初是先提一个示范计划啦，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条件足够的意愿比较强烈的，然后可以马上这个把 ABC 把它给成军的哈，我们就先提出去。那所以说我们当初提的时候是提这个1A、1B、2C 哈，那接下来的话会再扩大，所以说相关的一些据点会再进来，然后相关的一些医疗啦护理相关的机构他们也会进来，所以慢慢来撸来撸贼。好，这个以上说明。你刚刚讲的 B 就是失智哎，居家哎，你，我们杨院长，你知道这个钱吧？好，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哎，那么谢谢主席，那各位议座，那刚才那个吴处长所说明的这个 A、B、C 三级是长照2.0，106年的示范计划。那我们谢谢卫生局跟社会处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医院是乘坐 B 级的，当然我们医院很想要做 A 级的。那么 A 级的机构的，它就是需要有做居家服务，那居家服务就是到家里面帮这个老人家去做一些身体上或者卫生上的一些帮忙。那我们也做社区，所以我们 B 级呢就到 C 级的据点，像第一日照中心去做居家护理，好，去做这个复健。所以在100多万里面，我们是聘了一个职能治疗师，去做这个复健的工作。那我们的药师、我们的医师呢，都会去到西级据点去跟社区据点去做服务。那100多万有一个人事费用，那其他是设备费用。所以设备费用，我们医院已经购置了一些职能治疗，就是帮忙他们康复一个设备，那比如说步行的协助器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对我们医院的这个补助是有的。那刚才这个主席也提到一个失智照护中心，那在这里跟各位一做报告一下，就是我在上次游议员的这个咨询里面，我们也提到106年，那么卫福部的照护师呢又设置了另外一个叫做失智照护这个网络，
那我们医院呢，在台湾里面各个县市呢，都有一个私自照护的一个管理中心。那这个是跟长照管理中心是一个配合的单位，我们就等于是它的下线。那我们要针对的是失智者的照护。那这一次的预算呢，有500万。那500万里面有200万呢，是可以做人事业务费，所以我们可以聘请3个业务人员跟临时人员。那还有300万呢，是这个业务费，就是说我们要去照护这个失智的老人。那也谢谢卫生局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妥善的在处理当中。过去呢，卫生局在做合家欢检查的时候呢，做了很多老人的问卷。那么我们也发现一些失智的潜在个案，但是呢，在下一步怎么去服务到位呢？那我们是私立医院呢，会很愿意协助卫生局跟各地的卫生所呢，到各个社区呢去把这些照顾起来。所以这500万的这个预算呢，是卫福部在今年的提供给我们的，还不在这一次的这个追加奖里面。那么这个是，上上礼拜的一个通知，所以我们现在医院里面呢，都在动员来看这件事情。那这个我们还没有正式成案，因为我们的预算呢，最后的细项呢，还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会计呢，再做讨论以后，我们就会呈给卫生局，然后再按照一般的这个预算程序来就执行。那么以上报告，我们私立院是一个，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长期照护呢，失智照护上呢，能够为市民扮演一个角色。谢谢。好，各位同仁，没见哈，这个长照2.0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的哈。那我当然在卫生局、社会处跟私立院哈，我们双方面能够加强的办理哈，没问题。那我们通过，继续。2至140页，社政业务身心障碍者福利，合计追加预算数4682000元，追减预算数1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3304000元，追减预算数1000元。2至141页，奖补助费追加预算数1378000元。2至142页，请参阅，请审议。好，2至140、141、142，没问题哦。好，我们通过。2至145页，社区发展，社区发展合计追减预算数150000元，业务费追减预算数150000元。2至145页，请参阅，请审议。好，追减150000，各位同仁，2至145、146，没问题。好，我们通过。2至149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60000元，追减预算数1145000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60000元，追减预算数1145000元。2至150页，请参阅，请审议。好，各位同仁，追减、追加减有没有问题？2至149、150。啊，好，好，2至144、149、150，请吴处长你说明一下。49150，哈、哦，好，这个非常谢谢这个庄议员哈、哦，对这个149的这个提问哈、哦，我想这个149这个主要是我们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它的这个营运计划了哈。哦，那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按照这个中央社家署它的一个要求。以人口数来算的话，我们现在必须要设置4座。那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个去年哈、哦、都全部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在整个这个整个这笔这个预算里面哈、哦，它主要是在这个整个设备跟修缮上面，因为它都是用这个闲置跟老旧的一个建筑，所以它每年定期我们会这个争取这个补助款，然后来做这个修缮。我想这个是140，那150的话是富康巴士这边。那富康巴士这边的话，我们大概这2年来，我们大概这个富康巴士都在增加。那增加主要都是在民间跟社团的一个捐赠，哦，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相对之下，这个司机就会变得比较不足了。所以我们跟中央这个要求说，增加这个富康巴士的司机，那这个让我们车子的一个使用率跟利用率啊能够更高。啊，各位同仁没意见哈？好，我们通过。请各位同仁继续翻开3至2页。3至2页，灾害准备金，灾害准备金合计追加预算是5354万8000元，请审议。好，这个财政处你知道吧？哈，
你跟我们同仁说明一下，所以大概就是。主席、各位议员哦，这个灾害准备金就是在104年的时候，那个污水处理厂外面的海堤损害的一个复建工程，然后那个工程会要补助我们。这个工程总共有1亿5000多万，然后工程会审定以后，补助我们5,354,800元，然后我们105年度已经有剩余6000万，会6000万的钱会来挹注，然后不够的部分会在本年度的那个灾害准备金再来支应。以上报告。好，没问题哦。好，我们通过。各位同仁，我们休息。那下午哦，是不是我们请各位同仁去寻找收集资料？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好不好？好哦，没问题哦。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那下午我们休息，寻找资料，明天早上继续哦。好，谢谢各位。